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阿弥陀佛。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。这两句经文，上一句是觉他，下一句是自觉。这是上求佛道。 下化众生，求法不倦，是上求佛道；论法无厌，是下化众生。论法无厌，是指帮助别人，教诲不倦厌。论法就是讲经教学，不疲不厌。 佛菩萨要帮助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，用什么方法？一定要用教学方法，那就是讲经教学。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，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老法师。 学释迦佛，走释迦路，弘释迦法，讲经说法，迄今已有六十二年，堪称佛教史讲经说法之最了。老人家功德无量，帮助众生觉悟，一定要为众生说法。 要有很巧妙的方法，诱导众生进佛门，让他认识佛法，了解佛法，喜欢佛法，接受佛法，奉行佛法，他就得利益了。这是利他，求法不倦。 是指我们自己本身的事情，是说自己的修行。为什么要求法不倦？因为我们的修行尚未达到圆满，等觉菩萨还是求法不倦呢？要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，才达到。 大圆满的境界，等觉菩萨尚且精进求法，何况我们在凡夫位？纵然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弥陀大愿威德的加持，神通道理好像都跟大菩萨相等，实际上一品烦恼。 也没破，不求法不倦怎么能行？谁是我们求法不倦的榜样？法藏比丘，同学们回忆一下，法藏比丘是怎样向世间自在王佛请法的？世间自在王佛是怎样？ 教法藏比丘的法藏比丘是怎样建成西方极乐世界的？这一对师子道合的师生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静影书曰：“专乐求法，心无厌足。” 自立方便，这三句话是隋朝慧远大师《无量寿经》的批注。专要求法，要是爱好，爱好什么？爱好佛法，心无厌足，这是自立常遇广说。 治无疲等，证明利他。这说的是利他。利他就是常常想着讲经教学，学不厌，教不倦，治无疲，不疲倦。这都是真话，我已经切身体验到了。 说法教学，愈说愈欢喜，把疲倦忘掉了。为什么法喜充满？尤其在说法的时候，讲经的时候，常常有误处。用我的话说，就是小灯泡亮了，那种感觉非常美好。 连自己都觉得奇怪，那些话是怎么说出来的呢？是谁教的？现在第二次复讲，小灯泡亮的越来越多，所以天天法喜充满。我知道什么叫法乐了，理解了，是为。 哪有法味浓的真实含义？菩萨求法，未利他故，所得法，必为他说，为一切众生，经无量劫而无疲倦。这一句重要，不是一天不疲倦，不是一个月。 不疲倦，不是一年不疲倦，而是经无量劫都没有疲倦的现象。这是菩萨，不是凡人。我们要向菩萨学习，把疲倦、辛苦、劳碌统统放下，跟菩萨相应。更重要的。 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真用上了，真得发喜，真得受用。修行和生活融成一片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界若琉璃，内外明洁。 戒定慧是三无漏学。奉持戒律，明净清洁，以自庄严。持戒净洁，如琉璃一样。内外明洁，内指心，外指威仪，表里如一。 令人心悦诚服，所以其所言说，令众悦服。印光大师教诫我们：“戒为无上菩提本，华严大教如是说。三业清净离瑕疵，若镜琉璃含宝月。” 后世顿根人，以于此着力，则为气理气机。积法鼓，建法床，要会日。积法鼓，建法床，比喻讲经说法，会书解释。 法音高响，犹如鼓声；说法如鼓声，能震动大家，引起重视。威德催邪，犹如圣床。建立一个床，在印度是打了胜仗的表示。法床是在法上。 取得胜利的一种形式，威德摧伏邪外，就像得胜之床。要会日是说智慧的光明像太阳一样破一切疑惑。极乐世界的菩萨能以智慧。 破众生的黑暗，使得群迷觉醒。破痴暗就是破无明。华严说：“如来智慧无边际，一切世间莫能测，永灭众生痴暗心。众生的愚痴和无名。 是极重的。我们今天能修行是很不容易的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难信。我们今天得了、闻了、信了，这是甚为稀有之事。这不能完全归于自己有根基。 是因为如来这些言教文字般若的智慧之功，我们听闻之后能破痴暗，所以要感佛深恩。印光大师教戒。以佛法之智慧聚火，破除自他。 一切愚痴黑暗，彼得大家同出黑暗鬼窟，同道正大光明无上佛道中。如以一句然百千句，句句相然，永传无尽，纯净温和。 既定明察，纯是纯洁，净是干净。纯净指内心清湛离尘。温是温良。门人称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。和字，儒家解释的很好。 发而自然，终结之为何？一切事情发动起来之后，自然终于结度，叫做和。所以，至中和，天地未演，万物欲演。中和两字，能致力于此，能达到的时候。 天地以此而定位，万物以此而生育。中和的道理是很深的。纯净温和，是说内外都清湛，自然符合戒律，符合法度。既定明察，既定。 是说实际离体，代表本体。明察指智慧的照用。宗经录说：“以一心为宗，照万法如镜，照见五蕴皆空，既定如镜之体，明察。” 如镜之用，照见一切，寥寥分明，为明察。既定明察，有体有用，继而常照。这是大成定，不是一般的定。为大导师调伏自他，大导师。 就是天人师，自己身与一三业都可以做众生的模范，可以做众生的榜样，能引导大众出离三界，出离苦海。大导师是佛门对佛的尊称，为。 大导师，敬影书曰：“以会开人，名为导师；用智慧使人开解、开悟，名为导师。”慧书说：“为师道是其正路，故曰导师。”迷了路的人。 你能给他指出正路，这就是导师。这是很具体的事情，不是在讲台上能讲一讲经文，这不算导师，只是教员而已。大导师就是能如普贤大师，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 以最极圆盾之法，普利九法界众生，在菩萨之中也是导师，称为大导师。大导师自他都能调伏，调者调顺，调伏其心；伏者降伏。享 制服、降服其非心，《金刚经》中问：“云何住？云何降服其心？”就是“调伏”这二字的意思。调是开显本心，伏是降服非心。大导师自然能对自心、他心。 都能调伏，自身入道，也普令众生入道；自心大觉，也广令众生都大觉。引导群生，舍诸爱着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。这四句。 是菩萨教化众生的态度，及教化众生应遵守的原则。引导群生，这是教学的手段。要以善巧方便指导众生向佛道。舍诸爱着，爱是烦恼，着。 是执着。世尊在悟道的时候说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”所以，修行首先要断爱染、贪爱、喜爱、恩爱及执着。 爱不重，不生娑婆。既然堕在娑婆世界，就是爱然很深，执着包括人、我、法知等等。大导师引导一切众生，舍离一切爱着，永离三垢，永远离开贪嗔痴吃三毒。 三毒就是三垢，离开三垢，见思就没有了。让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，自在无碍。这都是极乐世界菩萨自觉觉他的功德。请同学们仔细品味一下。 贪嗔痴三垢，印光大师有这样的解释：须知贪嗔痴之实性，即是佛性。若能彻悟此之佛性，则密贪嗔痴了不可得。当体即是真界。 真定真慧，亦无真界真定、真慧之相可得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因缘愿力，出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事诸佛。 唯是明灯，最胜福天。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。贺意欢喜，凶猛无畏，身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欲等者，因缘愿力。 出生善根，这一段经文是广说极乐世界菩萨的真实功德。这里说的因缘愿力，不是普通的因缘，也不是普通的愿力。普通的因缘愿力，成就不了这么大的功德。 这个因缘是什么？老法师告诉我们，这个因缘是念佛的因缘。念佛因缘不可思议，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如果念佛因缘、名号功德能在这个世界普遍宣扬。 世界即使有再大的灾难，也能化解。但是，真正认识念佛功德之大的人不多，这是事实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人生在这个世间，身体很脆弱，生命很短暂，一时人身。 就堕恶道。想到这里，就会真正感到可怕。如何才能不堕三恶道，还能成佛、成菩萨？唯有靠这一句佛号。这真是了不起。关于因缘，有两种解释，在这里。 都介绍给同学们。第一种解释，敬影书说：阴力、原力为第一门，起修所依。过去所修一切善行，能生今善，名为阴力。亲近善知识。 听闻正法，名为原力。佛法无人说，虽会不能解。要没有过来人跟你说佛法，你虽然有智慧，也不能理解，因为过去修了很多善，而引出今生的善。 又亲近善知识，听闻正法。过去的善是因，现在听法是缘。有因有缘，这就是因缘愿力，出生善根。第二种解释，慧书说：因力者。 菩提心正是佛道的本因，此缘由转凡入圣大威力故。书说菩提心是阴力，因为菩提心是佛道的本因。你不发菩提心，怎么能成佛呢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 你发什么心，就得什么果。能够贯通十方三世，也让一切魔无不怖畏。所以，不管修哪一种都可以。发菩提心是不可少的。以什么为缘呢？广求知识。 大聚诸善，还要行善。这个缘有转凡入圣的大威力。两种说法不同，没有矛盾。净盈以前生的善根为金之因，慧殊以金生发菩提心。 为成佛之因，实则若无过去多生善行，也不能发起今生之菩提心；若不发菩提心，则无成佛之因。所以两说可以互相补足。两说中，会书。 与本经较亲，因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是本经的宗旨。愿力，净影书说，起行之愿，名为愿力。谁都发过愿，但发愿之后没有行动，就是空愿。 发了愿之后，不仅要起行，还要坚持贯彻，这就名为愿力。不然就是空愿、狂愿了。慧殊说：“真正能发四弘愿，去做到了、落实了，就是清净佛果，成就众生了。” 这就是愿力，有愿力却没有行，就是虚愿，没有力量。极乐世界的菩萨有因缘又有愿力，自然就会生出新的善根。不但极乐的大事是如此，我们每个人。 也应该走这个道路。我们肯定是有阴历。若没有过去生的羞耻，我们今天怎能闻到这个无上的大法呢？我们能深入这个圆顿的法门，阴历、缘历、愿历都是有的。 我们本来善根是有一些，在不断的增长，直到朗然大悟。所以，因缘愿力出生善根。因此，我们要广求善知识。古德赵州禅师八十游行脚。 赵州和尚十八岁就解决生死问题了，可是到了八十岁，还是登山涉水，广参善知识，在深山老林中找一些隐居的大德，请问一句半句，我们也应该如此，由愿来起行。 就可以生出新的善根。善根在《大悲经》上是这样解释的：一称佛名，以是善根，入涅盘界，不可穷尽。你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个善根，一直到整个法界。 这个善根是不可穷尽的。过去的善根是因，现在使它增长，因缘会合就结果。果里又有因，就好像莲蓬，莲蓬是果，果里又有莲子，莲子种下去又结果。 这样辗转，善根就不可穷尽了。印光大师教诫：末世众生，无论有善根无善根，皆当决定专修净土。善根有，故意努力；无，犹当赌赔。 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事诸佛。摧伏一切魔君，摧伏只破除与降服。魔者，制度论说，夺慧命，坏道法功德善本，是故名为魔。 魔是夺人的慧命，慧命比生命重要。生命丢了不可惜，一入胎就有了。慧命断了，你就不信不修了。魔坏我们的道法，破坏我们的功德善本。魔却是大神力，宇宙之中。 有这类鬼神存在，很多人着魔，都很神意。魔的队伍称为魔军，专门和修行人捣乱。所以，《楞严经》上讲，如果不能靠咒的力量，专靠自力来打坐修定，很难成就。 因为魔的力量比我们的大得多，自力是没有办法对付他们的，往往是被魔所缠缚。极乐世界的菩萨能破除和降服一切魔君。尊重奉事诸佛。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要有很大的善根和福报，往生到边地者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见不到阿弥陀佛，不能去他方世界奉事诸佛，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能够降服魔君。 奉是诸佛，为是明灯，最胜福田。比喻菩萨的智慧，能为众生照破黑暗，照破迷惑，开解正道。经云书解释，自具智慧，能生误解。 明是灯明，自己有智慧，能使众生生起信解，这叫做世间的明灯。这里的“物”是指众生。印光大师教诫：一切众生同以佛法之明灯。 破除烦恼之昏暗，由此共出生死之海，同归极乐家乡。做弥陀之真子，为大势之良朋。最胜福田，种福的田叫福田。探玄记说。 生我福故，名福田。能够生出福报来，叫福田。优婆塞戒经说了三个福田：一、报恩福田，报父母师长的恩，能众福；二、功德福田。 供养佛,佛法僧三宝有大功德，能种福田。三贫穷福田对穷苦的人能布施，帮助他们谋福利，也能种福。在种种的福田之中，这些菩萨能为众生。 做最殊胜的福田，因为他们有最殊胜的功德，能给众生生出最殊胜的福报，果实也是最殊胜的。为世明灯，他们的光明和智慧是大福田，殊胜吉祥。 堪受供养，书圣吉祥。这里面包含文殊菩萨的名号。文殊可以翻译成圣、庙、第一等等。实力可翻成德、吉祥等。文殊又名圣庙吉祥。 文殊表根本智，是七佛之师，因此他就是世明灯，最盛的福田。因为是最盛福田，所以就堪受供养，贺意欢喜，凶猛无畏。鹤是光明。 意是强盛，鹤意指向火焰，很明亮，很有威势，凶猛。《法华经》中称“大雄猛世尊”，因为世尊断了一切烦恼，无所畏惧，勇猛精进，无畏。 指四无畏。大乘一章说：“化心不怯，名为无畏。化度众生的心，永远不会怯懦，叫做无畏。身色相好，这些菩萨的硬化身，三十二相。” 八十随行好，都具足。他们的报身无量的向好，合起来看，贺意是表菩萨的光明殊胜，欢喜表内心很自在，很和悦，雄猛无畏表菩萨的实德，勇猛精进。 是说法度众生，大雄不怯，显出威仪，威神无比，功德辩才具足庄严，是表菩萨具备种种功德与种种无碍的辩才，以智慧福德庄严其身。 庄严具足，超越一切世间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常为诸佛所共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尔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远二成境。 十方诸佛都未做证明，赞叹这些大事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六度万恒都彻底圆满了。尔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不生不灭就是既定。涅槃经说《涅盘经》说涅。 言不生，盘言不灭，不生不灭名大涅盘。维摩诘经又说：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。小乘依靠有余涅盘的道理来解释，偏于空；大乘法则是。 当相即道，即是而真相就是道，是就是真。所以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。这些菩萨在无生无灭的波罗蜜中，广修六度万恒，广亲老和尚。 定功很深。有人问他说：“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你那样，每天都打坐用功？”老和尚回答说：“我听了你说，我才知道我在打坐。他并不知道在打坐，可是他在打坐，这就是。” 终日打坐，终日无坐。老和尚并没有想特意安排一句话来回答你，他是直取直用，说的是他自己本地风光。他要是想用一句讥讽来回答，在禅中就该吃棒了。禅中。 有一个公案。有一次，药山禅师在那坐着，石头禅师过来问他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药山禅师说：“什么也不为。”石头又问：“你是不是在那儿闲坐？”药师回答：“闲坐就是为。” 我们要是认为闲坐就是无为，那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道了。什么是有为，什么是无为？从这里可以好好的体会极乐世界的大事，日说万缘，一心空寂，六度万恒，都能究竟。 还安住在不生不灭的三摩地中，不失定义，行变道场。这不是说整天跑道场，而是说大事与道场正行无所缺少，一切事、一切行都圆满了。 远二成境，石柱匹伯沙论说：若堕生闻地，即辟之佛地，是名菩萨死，则失一切利；若堕于地狱，不生如是位。你要是随着罗汉圆觉之道去修持。 就叫做菩萨死了，失去了一切利益，要比破戒入地狱的事情还要可怕。佛说极乐世界是二成种不生，二成是焦芽败种，定性生闻就是如此，是焦芽败种。 按照密宗戒律，在生闻众中，只宿七天，就破戒了。当然，你去度他们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极乐大事，唯一一乘法，究竟到彼岸，所以称为远二乘经。 这里引出了一个戒和见的问题。破了戒，要入地狱；但还不是最坏的事情。最怕的是破戒。破戒可以忏悔，罪受满了，还可以继续修。地狱众生要是肯念佛。 业报满了之后，一出地狱就是青莲花菩萨。坏了剑就不行了。现在很多人不重视见地，坏了剑，比如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这个剑就要损人利己。 还以为是正当的，这还是粗的，还有很多细的邪见，很难舍。所以菩萨要慈悲喜舍，要舍邪见。古德说：“舍身容易，舍见难。”禅宗、密宗都特别重视见地。 见解要是错了，就会永远继续你的错误。正确的见重要啊！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